恶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，且离奇使王子为首的沙克们展开了调查。而皇子同样忠于宫女猪猪，性格却温润如玉，是个翩翩君子。打打打打，曾经那位皇子是这样子的，刚才有其他的皇子还有公主来找我问了一些故事啊。如果你们想听详细的话，你说可不可以跟我玩个游戏？好，哎，玩个游戏，好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简单，不知道二位玩过没，叫做数码。数码啊，好，数码。这是几匹吗？五匹。那我觉得应该加一点难度给你们两个啊，也是琴棋书画各种才艺都有。嗯，好，来，斗马棒，没有反应，非常的冷漠。你看他，只有他高兴，其他斗马都不高兴。我觉得这个不太行，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。要出音律那种是吗？哎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怎么，二哥从小对马弹琴，学过很多音律，此时人命关天，二哥，哎，请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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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不好使。是你来吧，哥。那个，二哥来。啊，叩击金中有上口语者啊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非常的好，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的足够。来，四给你啊。等场所的收证，众人对案情，二皇子竟然将凶手票投给了自己，因此引入的激烈争执。不知各位主子已经调查清楚了？我调查的差不多了。好，老奴去请示一下皇上。好。让我们依次进帐，向圣上拜见父王。查差不多了，我自首，我退出皇位争夺，怎么处罚任您发落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小太医给姑看病这么多年，给他病养着，然后身体每况愈下，我就觉得小太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后来经过调查，确实有问题，我就给他杀了。伤害我姑姑家里人不行，什么皇位争夺什么我就不要了，怎么惩罚该怎么惩罚怎么惩罚就行了。你投了谁呀？我自己啊。违法聚集。他就想要王位。我不想要王位。老四，杀了他。我想王位，为啥投自己呢？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王位。我不会一会儿把我自己投死完了我走了吧？你给我编了个谎言。他没给我讲是要投自己怎么样吗？我没有听说这事儿。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，杀这个小太医的人是好人，皇帝会奖励他。所以说我让你投我，但是你投了你自己。是兄弟不地道，但我不知道这事儿。一个车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为什么不跟我说这是好事呢？我告诉你投我，你还是投你自己，你不听我话，我怎么跟你说呀？你太傻了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好事呢？刚刚我跟他一交流，完全出来。你给我交流啥了？刚老二问我，我问老二你想当皇上吗？他说我想当，你知道那种，就是在试探我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说行啊，你想当行啊，那我就是把大皇子给你投出去，你就能当皇上了。他其实我也可以不用当，你可以把我给投出去。他会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好事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你相信他，相信我。你和他，我当然是相信。我当然是相信他了。我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好解决。如果一会儿真的是，是有好处，神仙泥潭，我把好处给你，行不行？不是，这个贵在配合，每个人都听话。这个其实不是一个，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，不是一个。我刚才跟你说让你听话，但是你没有听，老二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真的乌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相信我，真的乌龙了。警察刘柳成英的二皇子成功登上了太子之预设之外，而侠客们对结局和剧本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哇，欢迎各位玩家。啊，其实这个抉择都会影响不一样的结局，然后包括今天晚上的这个结局。太棒了，真的。最 happy 的 ending 是哪一种？因为你们是在兄友弟恭的前提，但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较好。然后从我们剧本的结局来看，皇子当上了太子，遂了他们的愿，还是你在中途自己做的决定？我都是遂他们的愿，因为你知道一个皇帝关心天下社稷，还不是皇帝呢，你是太子啊。对，这是最合适的选择。而且其实那上我之前提过票型，你对这个所以都没有兴趣，怎么能交给你呢？但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但是现在目前才知道，他们两个人说的话全是谎话。跟我聊天的时候，聊着聊着他就这样。我是怎么找回我的记忆？是你做的。好，来各位玩家，我们对今天这个本子呢进行一个打分。是。好好。习惯给五星好评，习惯了。好，那各位玩家呢，打分已经打出来了。我们看到的是推理是3.33分，剧情是3.5分，机制呢是4分。大家对于之后再去，我不会再选这种本子，不会再选。我就是很讨厌争来争去的勾心斗角这个事情。我就想说，我一个太子，我把他辅佐好了，他答应了我兄弟的事儿，我们就大家都是个 happy ending， 就是最好的事情。我可以牺牲自己。所以我就不爱卷，不爱玩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对。字里行间，他反复斟酌，一切尽在掌握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每个角色都不好惹，天赋点满，下雨车队伍是数据面板，别掉以轻心。我走寻常路，也独自打开最完美的配置。耶，今天总局不会再翻车，争取斗志只谈新本格，探索只是魅力，无可复刻。不同人生体验不同的滋味。Yeah, yeah, yeah.